Okay, guys, so today I'm going to speak some Chinese for you. First, I'm going to do a kind of very standard broadcaster Mandarin, what you typically hear on the TV and radio. And then I'm going to switch over to a sort of colloquial Beijing accent. Yeah, so hope you enjoy. 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王岐山和戴秉国。5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在美主持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王岐山首先转达了胡锦涛主席致奥巴马总统的口信。胡锦涛在口信中表示，自今年1月对美国进行常用的国事访问以来，中美元首达成的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正得到认真落实，双方在双边、地区、全球领域保持密切交往与对话，开展有效沟通与合作。在新形势下，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努力，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战略互信，妥善处理分歧，扩大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And now, Beijing accent. 那老曹见你在长天桥的把扇了，嘿，兄弟啊，你啥意思啊？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您光说不练的意思。看看人家老外都知道了。哎，我靠，怎么人这么多呢？